刀术乃是尊严的有形之体，意志的锋芒流露。执太刀者务必心诚心静，一刀既出，迅如雷，凛如冰。刀至极致，一击便可定胜负，素阵亦无人可挡。这是母亲告诉我的话，我一直想要领教来自异乡的剑术，可以的话请与我切磋一场。道七神力流太刀术皆传，神力灵华，参上，请多指教了。小姐，招式还是那么漂亮又精准，不过力度好像大了些，会不会伤到人家呀？哎，太用力了吗？看来还有调整的余地。托马，旅行者来之前再陪我多练习几遍。好的，小姐。不知道旅行者的剑术会是怎样的呢？真期待呀。